他不会又给王贝写信吧？啊？你看吧，这样的不会再给王贝写信了，我觉得会吧？还得写。他会不会给七七写信啊？ 冯宇今天没有收到，陈孝良有六封，王贝有六封，琪琪，理由是什么？你们别忘记了，他们俩一直聊得挺来的。琪琪没收到过信呢。没有，这是第一封，这是琪琪收到的第一封。哇，贝贝这个我没想到，所以他给他写了一封信，提问。对，今天为什么？我觉得有可能。得聊一聊这今天的事儿，我觉得他们会说一说。 我觉得很莫名其妙，其实跟感情没关系，就问问你为什么？怎么回事？你说 CEO 把这个信投给七七，加上今天这个事儿 ，CEO 就放弃了，在王贝这儿。我觉得他本来对贝贝就没有那么的，对，毕竟相处时间还是很短。我觉得是逃避，如果 CEO 仅仅是为了逃避。 说今天我看琪琪一直没收到信，安慰一下我，给琪琪写一封信，我很怕局面会更混乱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琪琪如果要是误会这事儿呢，哎，那不更好看了吗？不嫌事儿大了，他应该也不会误会吧？因为你七封信才能打开，对，他第一时间不知道是谁写的，七封信还得过三四天呢。 而且打开了以后，内容说不定也就是只是觉得，哎，今天晚上我们俩聊的某一个话题，我觉得还挺好玩的，挺有意思的，哎，谢谢你陪我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一天，咱们不是前几季都是这内容吗？对，都这内容，所以他也代表不了什么，好吧？而且他这个误会也会迟来的误会，三四天以后呢？是的，是的。嗨，哪呢？ 哦，不是你不在呢。哎，我去厕所了。你玩这个吗？昨天没玩。哎，安排。玩这个小度天天智能健身镜，它能照镜子，然后又能那个。对啊。小度。哎，哎呦，你给我小点声。不能这样。好，今天为你设置音量38。厉害。你打个样。我打个样，健身课好吧？ 试一下健身课，角度角度，肿了呢。第一个，哎呦，还给我卖萌了，还肿了。嗯，我玩一下。来，再三次，三二一，燃脂。我也不敢看别的地方，现在还在这儿好开心。哇。 你消耗了37000卡。今天尚未达到身体所需要的运动量哦，再来一次。我替你来，小度小度。怎么了？第二个。把你的左手伸展，为奥利。哦。太棒了。小度小度，我坚持不住了，返回吧。<笑> 好热呀！你要喝一杯那个什么吗？可以啊，下去。哇，第一封信。这个信他来的有点晚，但是我忍不住嘴角上扬。
哇哇！那我先看一下菜，看一下烤鸡好吃。要，酸菜鱼也好吃，香锅也要。Hello，你是带好吃的了吗？蛋糕，哎呀，精心打扮了。Hello，真是都精心打扮了。精心打扮了。你坐这儿吧。Hello，你们好。Hello，你们好。你好。我是昨天又打电话给你们的那个约会负责人，然后我姓刘，叫我刘经理就行。好，刘经理你好。然后这是乐队。吴国乐队，嗯，好。餐跟酒，你们要先点吗？还是待会儿？等会儿点吧。好，好嘞。好，谢谢。客气。长得那么帅，应该不是个普通的联系人吧？他一直在观察我们几个。嘿！我吓我一跳。来，进来，进来。Hello，Hello。这我的座上，你往里面坐，给你留了 C 位。我坐缝里了，坐在30岁的缝里。好，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。咱们这个音乐现场，我们是来自长沙的湖泊乐队，谢谢。然后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一首歌曲，是一首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的歌，这是一个恋爱的季节。这首歌名叫做《喜欢》，送给大家。哇哦。